文网络电台的观众朋友，海内外乡亲时代，大家好！啊，咱今仔日咱的静怡老师哦，搁倒转来，即马身体恢复了，还可以啦吼。哦，足健康个。气性嘛袂歹吼，先甲咱海内外乡亲时代先请安问好，因为大家拢足思念你。是是是，访问网络电台的各位吼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柯静怡啦，好久不见吼，足久无甲大家见面吼，啊嘛足思念大家啦，啊唔知讲也还不认识我哈，唔知够识识无？那有可能讲不认识你啊，大家拢有在问啊。嘿啊 ，Facebook 呀，拢有点来讲啊，你的迄个为什么静怡老师许久未见呢？嘿啊，咱今仔日咯，看到你安尼身体恢复了，算真好啦。前下遐都议题违和嘛，啊，量体欠安咯。啊，即马恢复好势了，咱的节目就要正常咧进行。伫个你还袂转去日本进行吼，啊，咱拢尽量拨一寡时间嘛吼。啊，甲咱海内外乡亲时代共同来探讨一寡代志吼。啊，节目要一开始哦，要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马英九伊的这个御用理发厅咯，的迄阵啊还袂，伊还袂做总统进前，就是讲伊搬去伊的附近啊遐，就伫附近啊遐有一间这个剃头店啦。啊，就伊都拢长期拢伫遐剃头，就对啊，有做市长、做总统、做啥物拢伫遐剃，就剃了真好嘛吼。啊，伊当选这个总统的时候，佫佮邀请去总统府，毋知有佮封国际顾问无？亲像迄做戏的嘛，佮迄个主持人，哦，是啊是啊，白冰冰嘛，佮封做国际顾，伊毋知有啊无啦？啊，真好笑啦吼！今仔日讲看到迄条新闻，佮报佮冰冰就讲，伊已经剃头店佮倒落去啊，倒去啊，啊以后吼，咱的这个英明的邦博出名的国际风的吼，啊，这个国际认证的邦博总统哦，后边哦剃头煞无为人爱去啊。成功，人那个出来，他一讲，那个手表他看过，他从认识他到现在，那个手表都没有换过，那就是已经剃头店讲的呀。我还有印象，他出来特别替马英九，佮盖章讲哦，他很节省。哎，弄来我家剃，我真凶。对啊，啊，佮伊做广告呢，哎呀，哎呀，哎呀，叹袂少笑。哎呦，你笑一下才着到，唔通安。人关门大吉啦，我端对啦，过年要关门大吉，可见他的邪气也很重了哈。握过手的打拢走下坡，碰过他的头的，最后的下场就是没有工作可以做。即摆该补内裤，迄间唔知倒去未？有。有一个该补游泳裤，啊对，有一个补游泳裤，啊，搁一个补鞋仔啦。对啦，补游泳裤一条游泳裤，讲补17遍啦吼，讲开3000外块，总共会补的费，只要3000外。后边哦，伊若死去了，要爱用一个博物馆，迄拢爱甲吊起来，吊起安尼，拢种补丁安尼，安尼款的游泳裤吼，啊，讲补17遍啦，一条游泳裤补17遍，爱补。补伊个内裤，迄间毋知倒落去未啊？啊，补鞋啊嘛，毋知还佫滴无？还佫滴无？嘿啊！嘿嘿，是啊，咱毋是幸灾乐祸，咱嘛希望讲迄两间吼继续留存伫个啦，因为安怎咯？即马剃头店倒去无要紧，因为足济外口拢100块，100块剃一个头迄嘛吼。啊，即马就是讲迄啰补内裤个吼，啊补鞋啊。补内裤是较恶吹啦。好啦，咱节目继续进行啦。是是。今仔日你要甲咱讲的迄个主题，讲你看到这个一篇在中国人的文章。文章。哦，伊写一篇热热长，哦，他也分析的也很正确哦。伊讲来台湾了后，伊发现咱台湾人吼，甲中国人对伊无共。上基本就是讲台湾人有礼貌啦。台湾人若做啥物代志，就讲啊不好意思，对不起，哈，啊，若要叫服务生来讲啊不好意思，好麻烦你怎样，好像台湾人啊讲了个，伊讲谢谢啦，伊讲伊迄边个人吼，你若个不好意思，他连甩都不甩你啦，哈，啊你跟他买东西，你跟他说谢谢，他搞不好连钱都不要找给你的，他是有分析两个国家两个所在无同个所在，伊讲啊足清楚个，伊讲咱台湾有迄个宗教信仰。那大金庙拢安尼做行诶，是吼，
啊，伊讲迄边是因为文革的关系，所以很多宗教有诶物件拢破坏。红卫兵的时候拢敲掉了。嘿啊，拢敲掉啊，去头壳摕出来卖嘛。嘿。迄个头拢会摕出来卖安尼吼。骨仔头拢摕去卖。嘿啊，所以伊讲光安尼来讲，伊讲诶正确的啦，正确的中华文化要在台湾、日本、韩国。哦，即几个所在才找有中华文化啦。因为中国迄边没有中华文化了。他们现在中国留下来的文化，就是阿爸，哦，啊看相较贪，啊佫看相，讲垃圾，佫一项是看相，伊讲写比较文雅，是说看谁的脸皮厚一点。啊，哦，你若面皮愈厚，你若敢安怎做，拢你赢就对。以及啊，他是说这个是教育的问题啦。哦，伊讲教育的问题，伊嘛讲咱台湾这边的教育，互国民党教甲真好，吼，哦，迄，那个真爱清气，吼，真有礼貌，啊，拢爱排队，吼，哦，也不插队，吼，哦，排队若插队就会小骂会小拍，啊，中国迄边若无插队，就是毋是人。一定要插队才叫做中国人，吼，哦，拢抢的安尼来，讲咱台湾较袂安尼抢啦。啊，后来我是甲留一篇文章啦。我讲你敢若对台湾的了解很深啦，吼。伊嘛讲一句真对啊，伊讲中国人吼，中国这个政府啦，一天到晚都宣传说台湾是我们的嘛，钓鱼台也是我们的啊，嘿，拢因的就对啦，台湾因的啦，台湾就是因属于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物件，台湾是伊的。可是呢，遇到事情。咱讲台湾的学生去中国遐读书，吼，啊，有可能因迄个宿舍吼，宿舍可能较晚就袂当入去啊，他有门限啦。对。啊，结果伊有申请说，我今天不回去，啊，要踮倒一位迄个饭店住。啊，迄北京迄边的饭店，若要过十二点住饭店，爱有迄个证件呐，啊，学生证有学生证的证件，所以那时候北京当地人的证件也带很简单的拿到房间，可是呢。他说：“你们台湾人是外国人，超过十二点之前没有登记，你要来住无啊？哎，房间够空的哦，有房间伊就唔互你住，因为讲你是外国人呐。所以伊迄边文章嘛，先来讲，其实来个中国这边的台湾人，伊本来会认为，也许某些人会觉得说我是中国人，再来去中国遐去遐打拼，结果去到遐变成中国人，甲你教讲你台湾人就是外国人。”就产生你台湾人本来没有台湾意识，到了中国那边变成我就是外国人，我就是台湾人，所以他会变有台湾人意识，也是中共这边给咱好像教导你的啦，伊给你教讲你就是台湾人啦。他文章写的很多都是在比稿当中，他说台湾人会台湾意识的抬头，马英九再怎么认真，好讲你是中国人。讲一点好好教讲学生，我们是中国人的时候，很多学生都举手跟老师说：“我不是中国人。”这个是建中啦，因为有一个应该算表哥的儿子读建中，因啊上届的公老师的公，我们是中国人的时候，很多学生就趴在桌子上开始睡觉了啦，不爱听啦。他说：“我不是中国人嘛。”对啊，这建中的学生说：“我不是啊，我是台湾人嘛。”他说：“这台湾人这个教育意识抬头，并不是国民党教育教出来的，而是台湾人本来就有少部分是有台湾意识抬头。过过来，我们台湾人去中国遐，国去用讲啊，你就是外国人，那这个不得不承认，我们就不是中国人嘛。这是中国压力下，所以这种种来讲哈，他有在批评中共的做法是不对，可是他一直在认可说，我们台湾就是中国人这个事实是不会改变，因为。”我们古早时阵，阮有诶有礼貌，就是这个从那个孔子儒教的讲啊，孔子他就是教导要礼貌嘛，所以这个礼来自于孔子哈。我讲要听袂落去，一直比较做到。你还很耐心，还甲我把它看完。我很耐心的看完。你讲咱台湾今仔日守法有礼貌，排队讲话细腻，拢是。国民党改对，我才刚下几篇讲，这位先生，你对台湾的了解真的只是表面，你忘记台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跟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基本文明呐。什么叫基本文明？就是说你国民党还没来进行，台湾人都已经有啊啦，有咱基本上有五十年的这日本的教育底的嘛。是啊，我嘛甲讲啊，阮阿
阿公阿嬷来伫阮家，我拢讲日文，阿公阿嬷讲日文。嗯，我因为我是。我阿公受日本教育因为那个时候没办法嘛。他就是日本人啊。伊无法度伊干呐。伊从台湾到迄个清朝1895年了，伊甲咱分挂背后当作天青头的天后，这个日本人当然日本人合法拥有台湾，台湾人伫咧中国的迄个手中心内底捏捏的，煞变日本人。嘿啊。啊，变讲阮阿公咧教我教时，我囡仔时阵也食饭爱跪咧食啦。嘿。啊，我若行路爱。退我是老大，我两个小弟，我爱行阮小弟后壁，我袂使行头前。这个教育是谁教的？当然不是他们，当然有可能会好好给你教，这无可能嘛。这个第一个不要给人家带来麻烦，第二个讲话小声一点，我起码讲我算大声。因为岁晚被压迫太多了，起码讲要大声。所以变成说，我们台湾人爱干净。有礼貌，会排队，关国民党屁事啊！国民党来了，带来的脏乱，带来了一些的那个流行病啊，迄、那个传染病，啊，搁随地吐痰哦，在中国人随地吐痰哦，悠久的文化了。你伫台湾吼，你伫台湾嘛袂变啊，因较早你看因咧清朝的时阵，迄官员出张讲爱旁边一个小李子，爱捧一个迄个痰盂啊，痰盂啦，嘿啦，吐痰的，嘿啦，对啦。这个中国人就是垃圾。今麦阿拉噶因咧，垃圾桶的边啊嘛，搁一个痰盂啊。你问不然不知道讲迄小小的是什么，仔细一看都是痰呐、啊啊。哎呦，我看到那个，我到现在都饱了。啊，不过咱台湾不是迄要互人落迄个粪渣啦，讲粪渣啦袂使弹落去粪扫篮，惊会着火嘛。对啊。啊，所以讲伊边啊迄个小小的小方盒安尼，只长啊迄，伊就是要互你落粪渣啦，结果伊摕来配痰。配痰呐。即摆因进步啊，来台湾较进步啊，啊会配痰的配伫个某一个所在，啊，迄就是人的迄落烟灰缸嘛。啊，你说他的文章从头到尾好像都认为说，好像国民党跟共产党呢分家以后，国民党诶伊较有礼貌，共产党是脱位集团，所以伊边吼，安尼无礼貌，教一挂迄有诶无出来，他错误了。我就跟他讲说，你忽略了一个很重点的是讲，让台湾人有基本的人文呐、啊，这个叫人文文化底诶，这个是等于是说你让我们接受到阿公阿嬷的日本教育，所以我让台湾人爱清气想，啊会排队，讲话说你修法。对，基本的礼数，嘿，这跟国民党就无关系嘛。你甲看守法啦。有一个总统被关成这样吗？全世界嘛，敢那这个马英九这个人会安尼尔。这个已经关到连那个中共那边讲说你会不会关太久啊？啊他也不过贪个5亿，我们那边贪10几亿也没有事啊。你像何况他那个7亿也不是贪的，那是政治献金。对啊，政治献金，伊敢那讲人贪也没贪，那边贪到马英九贪的不更多？对啊，吓死人了。嘿啊，所以讲，因这个中国人哈、哦，有诶迄落一挂迄个作者。伊来遮台湾走马看花了，伊拢在认为讲哦，因中国人来了，影响台湾的是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淡薄仔啦，有啦，我承认啦。国民党来了，影响好的一面哦，就是讲饮食方面，咱较早无讲迄啥物食面、食水饺吼，饮食没有安尼各个中国迄落大迄落大厨房同款吼，来遮拢以各个地方因的小吃搬来咱台湾了后，咱加足侪，好像啥物小汤包啦，啥咱早拢无食这，饮食文化吼有多样化啦。对对对。哦，这个是事实的，但是伊来了后，伊甲咱做一个人性大崩盘。对。啊，尤其迄个贿赂上红包贪污这个吼，这拢引出来啊，嘿啊。搁过来，因迄边个人真惊我。我说连小学，我伫读小学的，搁有迄外省啊，迄老爸老母摕物件来咧送礼呢。啊，都无送，都袂使。来送礼哦。啊，咱台湾人个无送，你都知死啊。啊，我嘛唔知讲爱送礼，我等于讲老爸老母讲，人迄有送一盒迄个啥物物件给老师哦。然后啊，为什么要送礼？我说本来老师叫我作文比赛要给我嘛。因为我还坦白讲一点点会写啦。老师叫我写啦，啊，迄个讲伊也要参加，伊要让我参加，因叫老爸老母送礼，讲欢喜去啦。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个女的姓唐，唐啦。结果就是让伊去。啊，让伊去都袂着定哩，让伊去，啊，就写个乱七八。啊，因迄个外省也真好写爱国文章啦。对啊，对啊。拢哦，
伟大的什么奖功啦、伟大的奖功啊，世界的伟人啦、啊，嘿啦，就是你是工程师啦、啊，我们是沙石的、啊，嘿啦，啊，你是民族的救星啦、啊。世界的伟人，你呐啊！我们要反攻，在蒋总统的带领之下，我们要反攻大陆，消灭万恶的共匪，解救大陆同胞于水深火热。这种文章一点。伊讲好像第一名。啊，我都没有写这個，我拢写讲哈。哎、欸，如果正那我那时候很小哦、嗯，小学我就写、嗯，为什么哈？台湾人在台湾生长，台湾人没有福利社，嗯、你们问为什么你们都有福利社？为什么大家你要教做人要公正公平？为什么我看到的没有公正跟公平？才是老师偷偷的跟我讲说，你这文章应该是第一名，可是我们现在要把你抓去劳改，也嘛不敢讲劳改，还是讲那个指导室啦，你的头脑思考有问题。对啦，嘿啦，伊较早囡仔拢真侪足单纯，用迄个课本学的，啊，结果咱大汉了才知影讲迄个。课本那是教人家这样做，自己不会这样做的。对对对，教人家支持，对啊，不晓得那个词怎么写啦。对啊，对啊。所以讲啊，这个国民党来了，甲咱改，伊讲伊即马因的中国人嘛，还佫认为讲台湾今仔的进步是因国民党来了。对啊对啊。国民党来了，伊唔知讲迄个水道头，因伫中国透死人，捌看到迄水道头准的出水。就是彩饼就好啊。路灯，咱有路灯，伊毋知讲迄路灯，爱上迄个电话，佮有迄个咱佮有迄个电话，伊嘛袂晓用电话。他至少落后当时来的话，落后台湾将近30年了。对啊。我们台湾进步，他们那个国民党30年回来管，诶，比咱较落后的国家、落后的民族来甲咱管咱的台湾呢。对啊。啊，那有可能讲咱台湾的进步甲有关系？是他我们台湾人的文化影响国民党、嗯，让他们自觉他们自己是较含慢。嗯。所以他们含慢的人上惊一样，就是讲你硬过我，我就无法度甲你管。对啊。所以他一定要愚民教育。对，甲你教讲你怎讲。嗯。从小他就讲嘛，台湾人是笨的。嗯。所以你们台湾人要需要教育。你们这是台八字。嘿啦。你们是第四等的民族。落后的民族，伊拢较早拢来，拢笑咱讲哈，阮若无来吼，恁即马搁咧穿差价，奇奇酷酷，奇奇酷酷，骗笑的，人迄是人的文化，人认为讲哦，你若行路若无穿差价来，奇奇酷酷，唔知影你来咧，啊叫是梦神的，所以边边啊忽然间出现的，人就迄阵啊，国情国家就是穿差价。就讲笑话，因家己来拢无穿鞋啊，遮侪。对啊。伊无穿鞋来一堆呢。但因迄穿迄落鞋吼，佮有迄落正脚甲倒脚无共款的。啊，苹果哦，毋是迄落难民哦，不是普通难民哦。阮爸甲讲哦，讲哦，因迄穿迄鞋啊吼，一双迄落一双，拢嘛爱两只共款哩哦，一只一人个一只公个一只母，拢无共款的鞋啊哦。嘿啊！啊，你这种的民族啊，来这就给安排做大官，啊，拢各国单位安尼，所有的公务人员，所有的迄、那个学校，拢安排因这群难民落去教咱台湾人，嗯、啊，结果来怪讲咱台湾人无水准。哎、欸，我会记我小学的时候吼，敢、那有个 IQ 检测啦，你会记无？有啊。拢测 IQ 吼。哎，有啊。啊，结果吼，好像伊的 IQ 不怎那测，拢带。外省仔囝 IQ 真高，台湾囝拢无 IQ， 可是怎么下棋我都赢他。所以讲，这个就是族群歧视。才讲你这少年，还佫族群歧视。我哪有少年啦？咱两个差不多岁。无啦，别莫讲笑啊啦！我强要生你个出来，佫差不多。迄就是讲，咱你看卖，咱的台湾的社会是实有进步无？有。淡薄仔尔，唔真密。啊，进步到即马啊，为这个抗战年了后，咱又搁倒落侪落去啊。哦，落真多。吼，搁倒转去啊。咱上进步时阵就是吼，啊边啊总统迄个时阵上进步，为虾米？伊当阵大家拢吼安心嘛。哦，终于看到这个国民党下台下台，啊台湾人开始讲，咱家己啊吼，台湾人咱家己爱认真，所以变成讲吼，啊边啊总统管的迄当阵吼，咱台北市上干净。嗯，对对对，很干净。袂塞车，袂讲塞车，明明白白。啊，袂讲大家要烧钱，大家安怎拢袂？
啊嘛，无讲像即卖安尼，干那除了迄个红衫军遐阿叻啊，迄边台中迄边派红衫军来遮哩乱的嘛。咱台湾嘛有几啊个外省啊，踮啊哩打比赛呢。是啊，迄落二十八派的啦，食饱用用的啦，贯穿的啦。嘿啦。迄阵啊，红衫，迄落红衫匪徒伫乱的时阵，因咧本来拢伫迄落英明总病院遐拢去排队，逐工无食饱用用无代志，就去排队去领药啊，通啊寄去中国的吼。对啦，啊，讲迄阵啊吼，讲迄个英总的遐吼，迄个来遮看病领药啊，讲足少的，啊，逐个拢撞来撞拢有头前嘛。马英九做市长，就透早就安尼穿一个裤衩啦，安尼，啊，就安尼去送迄、那个。送迄落早顿，予伊遐看到伊，就安尼叽叽叫安尼，嘿，啊，中昼就有便当，暗时有便当，啊，一工搁领偌济。人讲便当，啊嘛，毋好食了，等下会甲搁夹一张1000块，你爱记摕。嘿，我亲耳听到的，因为阮大楼迄楼骹一大堆遐红衫的吼，我住喺天龙国啦，所以迄红衫一堆，哎，我一问讲，我问阮管理员讲，啊，哪会遮侪即种的啦？伊讲吼，迄拢阿拉噶来的。嗯，伊讲吼来遮吼，毋知倒一个人，某某人讲请一个来遮做阿姨，即个阿姨就请伊规庄仔头的人过来啊啦。伊讲毋是台湾人呢，来讲哦，你台湾人好笨，有钱可以拿，有饭可以吃，有衣服可以穿，只要在那边喊，我就可以有钱领了。我还可以来台湾玩，不要钱的。对，啊，便当吃完以后，底下一定有一张1000块的粮票呀。一共叫便当，哎，什么蛋雕啦，蛋雕，记得去垃圾桶找，搞不好还有人不知道有丢掉的要去拿。嗯，如果你讲，我就听到啊。嗯，嘿呀，所以他们是来这乱的。啊，咱即马讲真的啦，伊讲要搁公投投票，有诶袂吼？啊，那投拢伊赢啦。对。嘿，啊，就拢因那边的人咧投，你嘛拜托诶。选举的时阵，伊毋是规批拢来咧转票啊。嘿啊嘿啊。啊无迄个嘛，那有法度689万票。啊，因搁一个月进前就算好势啊，689。算计啊！我后人先预言咧，搁预言较准着，得咧陈建军哥咧。伊叫是，无啦，人咧算命，迄个刘伯温呐。啊，刘伯温。刘伯温讲，哎。所以讲，咱台湾，我无感觉讲即马是进步到。无啊，台湾变成退步，而且那个退步就是讲吼，你若想，因为他这个已经要，伊无可能讲你台湾人掌权嘛，伊惊嘛，因为台湾太巧，因为台湾人的智商真的高过他们那边人的太高了。嗯。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是？通常我们在被压迫当中，我们会学生存的法则，不然那我会得到人家的尊重，不然那我才有志气。不要让我人家感觉讲，咱家己无输人，这一点我要感谢国民党啊！伊甲阮教，甲讲恁台湾人，最后那个身家调查嘛，好，阮老爸是台湾人了，就讲你们这些人不用问了，你们都是奴隶嘛。连那个外省的老师直接讲，你们都是奴隶啊！我刚才听到这句讲啊，我还举手呢，我老师叫台湾呢，这边是台湾。为什么台湾住台湾的台湾人会是奴隶？我讲我想无这点，我想无嘛。哎，老师讲你叫闭嘴，叫我去站在后面，看你我徛啊乖乖，无法伊阁叫我跪下。我当日因为透早规个下课，规个下迄个放学啦，他不准我坐嘛。哎，请问啊，老师你是住伫底哈？住伫底大汉的呀？老师广东人呢？无啦，我讲你啦。我天龙国大汉的。你敢毋是？你是伫邦桥遐大汉的？我邦桥大汉的。迄已经几年代啊？你敢知？还佫有即种？毋是我即代才有安尼。哎，迄个佫做少年的哦，迄个老师佫做少年的，迄可能缀因老爸过来，可能佫伫迄边。外省人第二代。有可能。我即代毋代会讲你讲着，毋拄好讲着客话。啊，阮讲客话拢会嗯嗯啊啊，迄个话音嘛。嘿嘿。啊，毋拄好讲着客话，着爱压水桶，啊着。然后我是提的，我没有。你用提的，我们是用压的啦。啊，无着压迄个椅头啊，迄半蹲呐。迄个。啊，要。曾经坐椅头，那个有举过，我常常举，因为我等下讲台语爱举椅子。啊，压迄个椅头啊，爱徛伫迄个后面有很多人拢压椅头啊，足侪小朋友，客家人的小朋友足侪拢唔拄会讲着客话嘛吼，后壁拢站满了，
啊，就爱在那咯外口巷路呀，啊，窗户外面啊，看内底咧上课，啊，内底上课拢贯穿来个囡仔，嘿，嘿，迄一寡一部分拢贯穿来个囡仔，拢坐咧头前咧，甲老师咧上课，拢足欢喜个安尼。哎呦，那个举那个，你连看我读到国小三年级，你看我所经历个代志拢啊济。你那个我有举过了，一头我妈妈俩鬼了哈，嗯，啊，有过常常站在外面不要进来，也有过了，嗯嗯。可是考试还是考前面，他老师气得要死，跟我作弊。对啊，所以讲，你这个国民党来，伊是带来外好，讲有一个迄、那个领十八趴迄种的啦。伊本身伊是老师啦，啊下课了黄昏的时阵啊，伊就带因囝吼去田园啊遐去散步嘛，啊，因的囝都汤生完啊，老师的囝足好命的嘛，啊，伊都唔知影讲，迄农夫哦，拢跪伫个涂骹底下咧扫草，咱较早人跪伫涂骹咧扫草嘛，啊，穿一个裤衩啦，大家拢嘛曝甲安尼乌金乌金跪个啊咧扫草，啊，伊迄个囡仔就问因老爸讲，爸爸，他们在干什么？就问讲遐农夫那会一排人安尼跪个遐安尼咧扫草咧一直前进安尼啦，伊讲哦。迄就伫种稻啊，迄就是咱食的米啊。那他们那些是什么人呢？哦，那些啊，那个是我们的奴隶啊，他是种稻子给我们吃饭的啊，那是我们的奴隶啊。哎呀，你足大声呢，在甲因囝在教呢，做老师呢。啊，遐个农夫讲，迄阵啊，讲吼，有个人有迄落台湾人的迄落意识的人，讲听到底讲。艰苦甲安尼讲吼，我跪迄只曝日啊，下骹会着刺，迄个田内底水浸的脚头有，脚后遐拢会着刺，啊，枕头啊是扫草扫到，逐个枕头流血流血，安尼伫遐底迄落，啊，我趁钱纳税金，互你领薪水，啊，我会寄送去遐读书，结果你甲我反倒转头来甲阮小弟讲，阮即阵人拢是奴隶。啊，这就是国民党来台湾。你即摆迄篇文章的迄个主人公，你对一件代志，你要安怎讲？人讲我们这个是中华文化，对啊。你讲的，就是人伊讲的，你们是奴隶，哪边不对？你们就是奴隶呀、啊。这个就是中国人，你甲讲安怎，伊听无啦？伊就刚刚讲，做底下工作的就是奴隶、奴才，哈、嗯。啊，阮咧食用饭，搁领钱诶，迄就是组织。嗯，吼，啊，即摆咧《甄嬛传》来遮咧反攻，来咧反攻咱台湾人，大家咧《甄嬛传》笑甲安尼，莫你拜托帮忙，关我们台湾屁事。对啊，你台湾人永远嘛袂去过迄款诶日子，嘿啊，啊，毋通去学习着迄个勾心斗角，迄中国人上介好勾心斗角，咱台湾人吼，拢直来直往诶一条肠仔套尻川诶。就是安尼，咱才互欺负嘛。嘿。啊，因迄就是叫做回旋式逻辑啊，咱是直线逻辑啦。哎，无同款的族群嘛，无同款的国家，无同款的民众嘛，咱囡仔着爱去学遐。啊，毋过即马讲起来吼，拢无电视好看呢。即马所有的电视拢总属于中国的。当我嘛讲讲啊，即中国台，即拢中国台。啊，咱台湾的台无几台嘛。无啦，啊，着讲一台两台，即马含咧一台两台热门的迄落迄个节目吼。拢无啊，拢无讲咱爱看的，拢嘛主持人也拢迄落，迄落426的声音。啊，若准讲有嘛是遮的，即落外省人第二代甲第三代咧主持，因霸气条的，无几个啦。啊，偶尔有一星半点的是咱本土的台湾人咧主持啦。啊，若请来来宾，啊嘛拢因的。对啦。吼，拢因的，伊拢因中国人啦。啊，即摆吼，搁较嗨，就是讲你后壁迄个配音吼，遐有诶广告啦，啥诶配音，啊，你家转过迄个网啊播台，搁较过遐诶吼，拢是因中国人咧配音，咪讲台湾人2300万诶人，拢无甲出一个会晓配音诶，所以讲着爱有广告，拢爱摕去中国配音转来。哦，即摆问题就出伫迄只，啊，搁有你看卖。因为他有说过，你们台湾人的 IQ 就是没那么高嘛。嗯，他们比较高级。他们高级的嘞。麦当劳，你即摆讲拍电话去麦当劳，你拍台语，你叫无物件好食，你都爱一定爱讲北京语。啊，伊这个电话一个拍是向位中国再搁回倒转来讲分配什么安尼？安尼。即摆受因控制啊。啊，所以讲，即摆麦当劳才会忽然间起价起三分之，就是安尼嘛。
哦，就是讲因诶，咱迄啰静仔呀，就是讲诶，咱会你拍电话用台语讲要打电话去麦当劳内底讲啊，我要叫几份炸鸡哦，我要创啥，我要创啥呢？伊讲听无啦，你拍去了拢是迄啰中国查某，吼，得下声音。你即马就是讲伊电话拍去了，直接拍去迄啰转到那个中国遐，中国再搁回下转来讲啊，诶，迄啰要下单要哪里，那着爱安尼，你伫台湾，你着伫台湾，我叫台语，我着加到行买要食，你那着爱搁伫个群顶安尼捞一手。即马吼，我即马我若去食物件，食手擀面啦，迄搭讲台语的吼。迄搭绝对好食，对啊，气味啥，拢古早味，咱应拜古早时阵食迄种味一模一样。我一工找到一档，哦，我欢喜甲，拄啊伫迄个保安宫大龙洞遐，一条巷啊，哎，全部台湾人啦。那迄种的就有影，拢走到底的。那迄种，啊，若讲拄到去阿人啊，迄边遐贵的吼，哎，这不三不四的，哎，你拄好讲哦，饮食文化，国民党有变得多元化，对。现在呢，大陆来这，欧北岛，这个文化又开始退步了。外籍新娘，越南啦、啊，辽国、泰国啦，吼，迄落酸酸臭臭的迄种的，吼，因的，我唔是讲批评讲唔好，就是讲因遐的迄拢大举拢入侵啊嘛，嘿。啊，迄个网咖遐有一间吼，我拢定会去啊，会去欧北切，吼，咱去食的欧北切嘛，因的面讲外好。诶，因迄个收碗的啦吼，哎，拢阿拉个咧在用咧。后边伊若碗伤久了，头家若忝，啊，伊就落手来煮啊。后边搁已经店搁变伊的，变歹食去啊啦。对啊，气味拢走去。拢走去啊啦。敢若讲阿公店遐，啊，即马拢是阿拉个天下嘛，拢迄啰大陆妹的天下嘛。啊，即马去了，都大家台湾的迄查甫人都认为讲迄新鲜。大家拢总位遐去，拢总位，讲生意偌好，因搁少年，毋是咱的阿公，较早的阿公店都是拢阿嬷去的，阿嬷去的小姐，啊嘛较古意，咱台湾人较毋敢安尼算，啊因都不人要不要脸，连鬼都怕，啊因都敢，啊搁少年啊，是啊，哦搁水啊。吼、哦、啊所以讲，即马迄个阿公店的生意全国为头。我本来讲，我咧甲阮朋友讲者，讲咱房价拢阿拉个迄落，迄拢伊咧徛壁啦，侵占了呢。嘿啊，毋是徛壁，阿公店啥物咯？啊，我一个朋友伫台中讲，啊，阮遮吼早都规栋拢是啊啦。恁个豆干店嘛是吗？对啊，豆干厝啊拢因的呐啦。啊，所以讲咱台湾要看，咱即下过来讲一个。啊，台湾查甫人无好啦。很新鲜，还不是长一样。无啦，要换口味、啊。口味吼，伊边讲话可能会垃圾呀。嗯。啊，佮甘老人咧讲话，咱台湾人较袂晓甘老人讲话啦。对啦，系啦。啊，即马迄个，咱来讲一个讲阿扁总统吼，你安尼看阿扁总统啊，这个。伊即马吼，那个我感觉这个这只马吼，伊永远无代志做，他讲你观察阿扁哦。他很关心阿扁，我也先讲一句，不是只有阿扁们在关心他。他跟胡锦涛、习近平一样的关心阿扁，非常的关心阿扁，他的一举一动，哈、伊拢有他的数据啦，他是用数据在做人呐、用数据在讲话，他的人生都用民调在调查他的这个人，所以当王金平咧替阿扁啊讲话时阵，伊是拿出五条条件出来，伊讲我已经有帮阿扁准备一个阿扁套房啦。伫迄个台北监狱啊，准备吼套房要给伊啊啦，哈。伊一天食安怎物件啦？啊，搁几点？有几点钟咧？给伊运动啦。伊写字无拍个写，伊有桌垫通写。他已经很受到礼遇了。你们外面看到迄种白差的，迄种骗人的。敢那伊目睭是真的，咱看拢假，我们都是鬼挡墙就对啊啦。对，敢那伊的目睭最明亮，他看到的都是健康的阿扁，所以他没有理由把他放出来。那唯一要把他放出来的是多少有咱嘛人讲啦。乖到要死啊要死，放出来死的人靠先讲，不是我关系的，是他自然死亡。可以推卸责任。对，他的所有的那个
来讲哈，你刚刚有讲胡锦涛有诶无？人胡锦涛嘛讲会不会关太久了？对啊，人嘛讲，人中国迄边呢，嘿，中国讲人民共和国嘛，也关得太离谱了吧？嘛认为这伤过分啊呢？嘿，迄边诶人讲真，你嘛安尼关嘛关伤久啊，你嘛放出来者，搁关到破病，迄嘛伤离谱，无人讲也是人关到破病诶啦。所以就连中共都看不下去这个这架被你冲起来，所以说国民党比共产党哦更加的可恶。绝情更加的残忍啊！对，无唔对，所以人阿强啊，迄边都看袂住啊，卖讲你这只马要创啥？人家王金平都讲，我现在是给你台阶下呢。他还跟王金平据理力争，说我有帮他准备套房，准备什么什么。是啊。佫甲讲五条。王金平，我惊着讲，我拢唔知影讲阿扁啊，即马目前的情况安怎吼？每天的作息怎样，我都不知道。伊食啥，伊嘛唔知。马英九很清楚哦。他非常的关心他最怕的其实那个台湾之主阿扁总统让国民党怕到破胆他怕到平川就正港的说用台湾人的力量让国民党在台湾把他的政权终结掉了他为他出来当初出来要选那个台南县长的时候那也让他硬做票做掉的他无选到，伊还阁唔甘愿要甲伊教训，要教伊讲唔拄好，阁去教着迄个吴淑珍夫人，害伊一个这个大千金小姐全的一世人爱倒喺眠床，爱人服侍。这落你看伊，阁规路阿扁总统阁坐家写着一篇文章，唔是伊写的，是伊迄落名称这个迄个什么80年代是什么杂志吼，刊一篇文章，都叫因的人去改告啊，讲什么韩愈吼，韩愈是得天花病，吼这件代志，迄个文字狱嘛，佫无代无志，佫改关8个月安尼，种种安尼一路行来安尼，做一个总统，佫改开枪，佫开无死，吼什么出头拢用啊，即边伊讲互你我抓着啊，掌在手内吼，我若无互你死我唔甘愿，这就是这个叫私人恩怨嘛，这变成不是跟这跟他变成他用各种理由毛问是犯什么罪？我讲无罪啊，无罪啥敢乖？那国民党做代志的，还佫有理由吗？对啊，有理由就唔是国民党。对啦，伊若今仔欢喜要安怎哩，甲你安怎哩，就是。我还莫名其妙被外省阿囝讲我作弊，那个我还真的被带到校长室重新考过一次，在校长面前考给他看呢。莫名其妙的嘞。对啊，所以讲这中国人就是安尼吼。今仔日咱阿扁总统陷入这个龙潭虎穴这个中国人的。可是我认为他今年应该会出来了。今年啦，因为今年他如果再不让阿扁出来。已经做代志做甲咱，讲国家啊治理的乱七八糟，逐天你关一个阿扁，你他妈摕阿扁当一个借口。他就是可以捞选票嘛，他可以讨好他的那个义和团里面的那一些人嘛。13%吗？那13%有屁用吗？那我们哇，那些都是在管我们的安尼样。嘿呀，我们是那13%，87%的人是伊的奴隶啊，13%是那个领导阶层呢。所以变成台湾目前还是真的有贵族跟奴隶的，还在这个阶级里面就对了。对啊，对啊。可是还好啊，对妹子，你讲你窃据国土。不过咱讲倒转来，就是讲阿扁总统，你讲伊今年，我觉得今年应该会有机会，因为第一个我多少讲嘛，阿强阿遐已经有出声，讲你嘛乖伤久，乖啊伤歹看。你如果要把乖到这么歹看，你影像也莫流出来。你影像都流出来的话，这个就变成问题很大条。人家也是给你台阶下，你还给你脸，你还不要脸的话，这个下来就是马英九本身的问题了。等于说，伊的人做代志太过小气。太过那个阴险啦。嘿啦，阴险。你做人做到这样，第一个不但批评你是笨蛋就算了，还批评你根本没有对度量。还有干巧阴险的人，还有两毒，太过残忍了。因为网络上在分析说，台湾人跟中国人对也不一样，很多所在类同啦，很贪心也是类同，这人类的通病嘛，种种种种种，最后面呢，他说
还加一个这个中国人哈的那个残忍度跟台湾比起来，台湾人有残忍的，中国人有残忍，但是中国人的残忍度比台湾的人的残忍度高太多。那是中国人做的哦，那不是咱台湾人做的。那个，咱讲歹惊熊嘛吼，熊惊唔惊？强惊吼，歹命的人。嘿啦，嘿。啊，歹命惊啥？惊未见效。不要脸的人啦。我歹命惊你不要脸，我就输你啊。好啦，啊，咱即马咱予锦瑜老师休困一下吼，伫个遮甲各位感谢各位的收看。